你数一数最好20届，所以才不是共产党派来的才怪。有人就说我先知，我屁啊，我怎么先知？<笑>我只讲真的话而已啊，没事讲话就出征，说有破口，这个呢，谁就要下台？我不认为这是对的，因为你没有全面的施打疫苗，那么用围堵，一定会有破口。那重点是整个的策略是错的。